20年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情况，昨天更是说民进党很会处理经济问题，两年来的执政对得起台湾人，这么敢讲，我们来看看事实怎么样。过去两年来，我们跟新加坡还有跟香港的比较，我们来看看，105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 1.4。事件，第二个事件是三月中左右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，也就是 FII， 赴中国大陆股市挂牌，掀起国内一波的企业到大陆去挂牌。显现的是什么？企业跑了，人才跑了，钱也跑了。结果有记者就问顾立雄大主委，说你对这个事件有没有评论？顾大主委说他不 care， 钱跑了，企业跑了，人才跑了，说他不 care， 他不在意。